里是什么地方啊？啊，前面绑着一个女人，她身上的嫁衣看上去像是红纸做的。请问有人在吗？你是陶家的孟烟吧？哎呦，你终于回到村里来了，快进来快进来。请问您是？我是村长啊，你不记得了？你小时候啊，我还抱过你呢。哎，变化不大，你和小时候长得一样。哎，快坐快坐，我啊去给你张罗晚饭啊。不用了，我只是。李新娘回来了，快去准备婚宴，把门守住，不要让她跑了。干什么呀？怎么把门锁上了？把门打开！你们这是非法囚禁，我要报警了。
我出去。
Thank you.